看下去，哇，这种队友，这个皮红蝶皮肤也太帅了吧！哎，我们两个都是红蝶啊！我是红蝶，你看我也是红蝶。别玩红蝶，他在哪？他有本事别玩红蝶。哈哈，你要被六惨了，小号。还不如我用这个，等会我要放给人。你看，而且现在都不卡了，怎么回事？对啊，现在不卡了。还是不要留一会儿。我是小野兔吧？走吧，捡。零件捡一下，走啊，怎么走不动？走喽，捡零件，人呢？哎，红蝶，在那，在那里。不急啊，打到一下，你不用回去，可以打到一下，这里有个人 OK 打到了，装上什么零件呢？你可以走。原型在这，打到 OK， 走去开人吧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？哇，你这好美啊！我啊，美女啊！我要看人呢，还有14秒，这个是没掉。有人啊，我在这里看着。可是这只有3秒，这3秒就解了。你看，现在可以救人了。我怎么开错锁这么快？没人来救人，不可能。调香师，调香师好像被放飞了，拜拜。哎，还没死，哎，先知也被放，调香师好像死。
里有人。我怎么没装配这个？三个都装配一下。得了，他们死定了。红蝶在努力的打人中。
紧张，还别过呀，老弟。人呢？他们不过节吗？诺威，哎，已经放飞了，还有三个人，他们是不可能赢的。买个道具。起飞速度加，完了，他们可以直接，他们可以直接逃跑哎！他们拿到地窖那个小植物了，完了，没了，还有烟雾弹呢，你。
你趴着能不急啊你？那玩意就死了，趴着不能太久。再来玩一次，再来玩一次无限抽刺。走你，开始无情的操作。好嗨哟，我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。好嗨哟，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。全地图寻找小伙子，小伙子能跑哪里去啊你？啊，哎，小伙子，我要抓你！哈，这小伙子被我寻找了半个地图都找，终于找到了。啊，这叫贼今天抢小怪。